个拉面有点甜又有点淡。好不好吃？还不错，但是那个 crispy 的外皮有点像我们以前煎饼果子里面那个脆饼。总的来说呢，这家店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但它消费比较偏高，所以比较合适于偶尔的闺蜜聚餐闲聊使用，而不适合于你饿的时候去那边特地吃。就这样啦，下次见。